冇錯啊，投資者可以留意翻呢個2-9-1華潤啤酒嘅。咁見到成個啤酒行業咧，今年上半年咧繼續呈現一個復甦嘅勢頭啦。咁同埋咧見到即係成個行業嘅業績咧，可以見到咧，其實呢一次業績嘅增長咧，除咗講緊舊年一個相對比較低基數之外咧，其實見到咧唔同嘅企業咧都向一啲高端同埋毛利率高嘅產品方面發展嘅。而作為2-9-1嚟講嘅話咧，佢本身以三大啤酒股同清啤啊、百威嚟比較嘅話咧，佢本身喺毛利率方面咧，其實依然係屬於比較低嘅，即係講明佢後尾嘅空間咧依然比較大。同埋公司亦都公布咗啦，有想進入到呢個白酒嘅領域啦。咁所以對於未來嗰個產品嘅毛利率咧，亦都會有進一步嘅影響嘅。咁投資者可以喺相關嘅價位去留意翻，譬如講緊大概$63留意啦，目標價可以擺喺$70，咁支持位咧可以擺58。